这个时呢，世尊说啊，如果以刚刚我们在讲定义啊，菩萨是为了要布施而食嘛，那我们要次第练习啊，这是给同学介绍我们次第练习的时候啊，世尊开始告诫比丘不拣别，能果腹为原则。如果你能够先切断对于食物的记忆，那么你这个物，这就是色法，生命赖以存续的这些东西呢，你不要忧虑，因为你还是有食啊。我们刚刚讲啊，你七天不吃会死啊，世尊并没有叫你不要吃啊，他跟你讲脱钵，然后脱钵里面的好坏跟你讲照单全收，那就是你的阴缘跟果报，你就接受，你生病别人有慈悲心，再分一部分供给你赖以存活，这样就好，这样就好。所以为什么能够持续修行为主要，让你不要落入根根尘的纠结情怀中。同学，我们是不是每天都在纠结这些眼对色啊，然后这个鼻啊，嗅觉啊，对这个香尘啊，耳根啊，对于声尘，是不是纠结缠绵啊？讲实在，是不是无限缠绵啊？舌对味尘还是一样的。所以世尊先教导自己的弟子不拣别，果腹为原则，这是因缘福报啊，不要想，你就接受它，可以活下去就好。所以甚至于规定一天的餐数，日中一餐，过午不食。过午不食是早上还有方便的简易的粥啊等等，这些就是要让这些弟子们拔除色法跟心法的缠绵，根对尘那种习惯性的依赖，但是还是要依赖啊，这是一个关系啊，他不是跟你说不需要完全零，而是你心里没有产生纠葛嘛，要达到破除记忆习性。那我们在讲啊，受这个饮食，如果它产生疾病，世尊是大医王呢。世尊，你身体上的疾病，世尊不是不会呢，可是他请奇婆来给予僧团正确的医疗行为，是取食物的呢，或是取药物？这个经典里都有记载，甚至于应该使用哪一些在戒律范围不应使用的东西，就是你不是为长养色身，而是为成就法身，这个中间存在的必要性是因为你还没完成。那这里面呢，就是达到无执受，没有执着，平等去受食。如果对于食物想要修行的人呢，就是对于这个舌根对味尘要修行的人，基础点前面这些不练习，你永远还是跟自己的记忆跟期待有某一种连结，不管你说的再漂亮都一样，你没有练习过你不知道。但是每一根每一根呢，我们前面已经讲眼耳鼻三根讲过了，每一根每一根，当你有
空的正见，当你对于这个受之后，把它推向实相，终究会在那里体悟空，你就会体证。那舍也一样啊，当我们对于记忆的残留，这个记忆的残留，只要看到实物，你意识里面就会连接它的定义，连接它跟你过去的关系法，你会重复思维。现在看到香蕉，你要吃大条的还是小条的？现在吃芭乐，你要吃大颗的还是小粒的？这都跟时代跟你的定义有关哦。古早拢食细粒的，愈食愈大粒，较甜、较脆。起码听讲这拢农药，所以搁收回去细粒的，是不是这样？你说你多么不执着，其实当你眼睛看，当你这些的时候，你心中那些东西会自然涌现。你会思索它，你记忆里面的价值观会不会有？而且对于味觉的记忆涌现，也就是这个境涌现的时候，你怎么办？现在给你那个软软的、瘦瘦、小小片的石榴，巴拉啦，哈，番石榴，你破坏它整体形象，然后放在那里。你一看就说，哦，那就生的古早的芭乐。然后有一个人跟你讲，你被骗了，这叫牛奶芭乐，它是喝牛奶长大的，有机的。你马上会呈现，哦，这样安全的，它不涩，它是特别保护过的，它有尊贵的待遇，它的价值在你心中呈现的时候，你转不接受为接受，转不愿意为愿意，然后去接受它。这个检核，你没有修过，没练过。当你面对未净，就是未成产生出来的净，这个味觉的记忆跟价值涌现，是会涌现出来。所以这个时候，当会涌现，你就知道你死了，就是爱摆啦。因为有食的习气，是不是有食的习气？这个就是我们所谓讲啊，法界里面食相克啊，我们对于味道的习气，食物的感觉，所以我们会落入某一道。因为有食的必要，听起来会不会很悲哀啊？那怎么办？还是得吃啊。世尊也是视线有托钵啊，世尊不是叫我们不要吃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对于食物，它要有一个转换的机制，这个法就出来了。用法来转换于你对食物的认知跟定义，所以这个延伸出来就有食。刚刚有讲啊，食的目的是为了不食而食，但是你还是得食。这个时候延伸施食的意涵，也就是你在取食的意涵，把这颗心放在慈悯跟祈愿众生得解脱跟智慧来解释这个食物，这里面就出现福田。你为什么而吃？为成就道业而吃。所以事实上，托钵是不是需要食物？我伸手托钵需要食物。你给我食物，给予你极伟大的定义，你值福田。
你要清净心供养三宝，我精进修行，成就的是清净之法身慧命，然后依此法帮助你解决你有这个业报身的需求跟存在，所以你植福田，这是定义，是不是开始在扭转你对食的定义？当众生清净供养这个食物，你直接定义这个食物就叫清净，我就不应该跟我未成上面的记忆去结构。这个食物赋予无限的定义，这个定义就是开发正得无上正等正觉而得身心自在，所以赋予食物无限宽广的意涵，这样知道意思？但真正它有没有意义？有啊，事实上也是有意义啊，世尊说的这些是有意义啊。那事实上我们在读这个食物涌现，会看到自己的认知跟记忆随现前的因缘呈现的时候，因缘和合的时候，它就开始在里面运作，所以你的法是不是很充沛的在里面运作，不管它是杂染的还是什么法。那我们清净解读是不是要转由赋予食物跟自己关系的无限宽广深度的意涵，来把食物跟自己的关系净化，是不是清净读它？当你这样清净读它，众生供养这个就没有是非了，它就没有是非。而你身体啊，这个在接受这些食物，是不是回到第一个世尊所教导的无拣别，就是不拣别它，所以众生没有办法忘却，所以赋予食物的定义跟自己的关系，来完成那个无分别。这个是自修的部分而已啦，这是不是自修的部分？好，那我们从这个自修的点呢、啊，又如何能够对于食物真正超脱？像这些法在，你的清净在；法不在，你的清净不在。我在讲到刚刚的，当众生植福田以脱钵，这现在还是讲原始佛教的形态啊，因为这个是最简单而单纯的一种修持，而是我们跳场跳太快了。我们跳场就跳到菩萨不执着就好了，其实每天都执着，然后喊着不执着，然后以不执着来掩饰那个执着，事实上到底执不执着？实相是执着，就是其实是执着。那我们回归到一个基础点，自修的状态，刚刚法在清净在，法不在，你清净就不在啊。今天如果是你妈妈、你的母亲来供养你，你不是脱钵乞食的，那你可能过去妈妈的味道浮出来了，还有跟你讲：“哎呦，你都这么久都没吃到我煮的，特别。”以这个赤诚上等，我很努力的、很用心的催煮来供养于你。你里面是法还是未成？你里面是法还是未成？看人哦，就看人哦，对不对？好。今天是个长者，这个长者
他请僧团去应供，你是一个修行人啊。这个长者他这个斋食供养上位啊，这个上等的位来供养的时候，你是法还是未成？跟你的母亲可能有点分野哦。这众生一粒米，重如须弥山。哎呀，我不好好修啊，披毛戴脚环，所以世尊的这个定义马上涌现，把它未成转法成。最后呢，如何再把这个未成或法成真正空呢？就实相呢？这就是修啊，这就是修行啊。那我们说啊，我们生理会反应啊，生理会反应，你怎么撇开舌跟胃尘的关系？我都明明吃西瓜在闹塞啊，我明明就是这样啊，所以你的生理反应是不是就会产生对食物的知见，甚至于食物的来源？当你有舌对胃尘，你绝对生根的存在是那么的重，对不对？好，那我们讲生理反应怎么清净解决它，所以世尊就还是用法来带哦，叫因缘，这就是因缘法。你今天托钵到什么食物，适不适合你的体质，不要另外去解释它，它就叫因缘。把因缘推向无是非，叫性空。所以生理的反应用清净实相无相缘起性空这样的道理，赋予它无限的这种清净，就是无是非，切断，切断你意识的结构，你生理反应的怪罪追索啊，这样知道意思？所以当你有生理反应的时候，你就要知道实相无相，这就是因缘。而这里面呢，你要追是非，就骂那个人而已嘛，以后不敢吃他烹煮的东西而已嘛。任何提供出来的都要问，你有没有戴口罩？你有没有戴手套？你是不是用夹子？这是现代啊，在过去呢，这个汤同时就是洗筷子的地方。菜就是大家一起来连结沟通不够不净的地方，因为过去没有公筷母匙啊，甚至于所谓要表达兄弟的情谊还差血为盟，喝那个酒跟水啊，是一人一口，口水一定得沾到。会想到这个带缘不带缘的问题吗？情感替代对食物的看法，对不对？所以以食物跟生命的定义来讲，哪一个为重？定义为重。如果你停留在你跟食物的关系，对于这个未成的这种追逐，世尊讲啦，这个欲界凡夫啊，欲很强，这个要修啊，淡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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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所以我们刚刚提到生理反应的清净解决法，就是因缘缘起性空，
实相无相，不用管前后是非，不用怪罪成立事件或事之见，因为那对于自己现况当下是没有帮助的，只是让你又升起一法而已。那我们味觉跟嗅觉常常有极高的连结性，视觉在这里面也产生了加加减减的作用，所以这些乐意不乐意的意识跟这些器官啊官能上的都是有一些连结，对不对？那世尊在讲啊，我们修行的时候，菩萨成就千二百舌功德，菩萨成就千二百舌功德。什么是舌功德？如果我们要把它以物质来讲，舌有什么功德？因为我吃过很好吃的东西，我舌能分辨好坏的东西，这叫舌功德吗？还是我舌可以说法，所以叫舌功德？这个每个人在认知什么叫舌功德。如果以说法，舌能产生音声，纳受的是耳根，出来的是法，就是清净的啦。出来的认知错误，就是生成啊。所以这个地方呢，很难以去定义舌千二百功德是什么二百功德。那我们要看这个地方，就要从食物剥开，来剥开你对食物跟身体的超连结，跟意识的超连结。那从哪里下手？就是认清食物跟四大的关系。同学，你会去想过食物跟四大的关系吗？四大赖以存活，就要靠另外一个四大，那叫食物。食物是不是四大？不是地水火风啊。此四大，有情四大跟无情四大的关系，它中间就是食的意义嘛，对不对？而这个食的意义不能够直接切断，因为它有意义。刚刚讲啊，舌之千二百功德是清净的，把宇宙人生的真理说出来的，法身作用现世间，世间生成的这个功德，是只是这样吗？如果只是这样，那不够的，因为众生他在食物上确实如法如律清净取食，可以让身体不产生烦恼啊。你今天回去每天就吃蒜头，你吃吃看，你会产生蒜头反应啊，对不对？你今天每天吃韭菜，会不会产生韭菜反应？会啊。它的反应超越于稳定状态，世尊就把它归类到戒，就是比丘不要去使用它的范围。所以非此特别属性的食物，你就如法如律，所以会有这种荤食啊，跟这种五辛之类的定义。其实这些是方便哦，这些是方便。其实大家自己心里很明白，这个四大是不是地水火风？
然后食物是不是地水火风？食物的地水火风能不能空？因为它就是因缘法嘛。那自己的地水火风能不能空？不好空，因为要维持这个自我的感觉，自我的存在。所以既然自我的存在必须借由这个无情的地水火风的关系来滋养它，支持它，支持让它活下去。所以对于这个地水火风跟自己的地水火风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连结，这个时候就会为了维持这个地水火风去择定这个地水火风。如果单纯的只是这样还好办，单纯的是这样，因为再来定义这个地水火风是虚假，就是这个地水火风它是因缘和合的业报身，是为了要消弭这个业，所以这个地水火风借由这个地水火风，这个地水火风就没有，这个地水火风我这样比就表示实物啦，它就没有对错。但如果呢，这个地水火风跟这个地水火风必须有某一种关系连结，里面产生了一个有执着的分别，也就是你的喜欢不喜欢，这样这个地水火风就成为你拣择的一些想法，这样这个地水火风就不单纯了。那你这个地水火风到底接受了那个无情的地水火风的滋润跟供养之后产生了什么东西？如果你把这些定义先都抽掉，这些定义都抽掉，只是把它分析到地水火风就好了。你现在这个地水火风地有一点缺损了，然后你再看这个地水火风就是同属性纳受之后能产生对于地的维护修护，如果把它单纯化啊，这样这些所有可以产生地的维护的这样认知，所有的地都可以，这样听得懂吗？是不是这个 外界物质的地水火风就不再加以检测？比如你现在到某一种年龄啦，走路起起扣扣啊，然后愈来愈孤啊，就表示哎，这骨头是不是有一点缺钙啦？如果你对于缺钙这件事情，这是一个地水火风啊的条件而已，你吃什么样能产生是让这个地不会那么快垮掉，这所有一切是不是就是平等？是地水火风的关系就这么简单啦、啊。可是呢，什么钙最多？听说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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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你想靠家？你想我靠钙？于是你在地里面是不是又拣择了？我要的跟不要的，这个就比较麻烦啦、啊。好，再来水。一样，地水火风缺水啊，只要能够让这个地水火风能够运转最低最低的限度，没事，能修行，不会起执迷啊，这样这个水是不是就叫公平的？是不是这样？那我们就说地水火风的关系就这样啊。那你对于食物的认知，食的意义，就是太复杂了。有曾经的记忆，有他别人给的定义，有他点点滴滴、点点滴滴的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总合起来，在你吃的那一刻，怎么清净？要不就食物跟我的关系，要不就是味觉跟我的关系，要不就嗅觉跟我的关系，这些关系。是不是让自己有了很多
很多空不掉的东西，这样听懂吗？所以我们认清十五以四大的关系，就知道它是地水火风啊，这个也是地水火风。所以在使用啊纳受地水火风的时候，以清净去接受清净。刚刚讲啊，那碗沾着鼻涕跟口水的腊八粥，那个鼻涕也是地水火风里面的水，是不是？可是我们对于那地水火风里面的东西产生的垢净说，是不是产生的垢净说？大家其实很爱吃一种很昂贵的口水，叫燕窝。还有一种非常特殊味道的咖啡，是由猫的粪便里提炼出来的。知道吗？是不是？跟我假人的肉，客人的骨，乌龟的壳啊，给它炖一炖，炖一炖，当然可以来用眼镜框啊。然后再来炖一炖，炖一炖，叫什么膏？啊，龟苓膏。这上面是不是都是地啊？当然了，刚刚有讲啊，唾液啊，燕窝啊，这些价值是从何而来？从何而来？不清净而来啦。而且还要带着血的，他已经把口水吐到吐血了，还觉得他非常的高档，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所以世尊啊，告诉我们呢、啊，我们用地水火风来看地水火风，它要自然现前，不加造作，赋予清净的意义。没是非，清净去纳受它，这叫如法如律。其他的你任何的定义等等，都是多加了一点点什么东西。嗯，看过有父母亲啊，他逼迫孩子吃，你要吃下去，不然你变大汉，是不是这样啊？结果那个小孩子带着抗拒的心吃，一见更变大汉。一见见，啊，让你吃这么多都不好，你怎么都没大汉？因为啊，是精神在控制物质。地水火风跟地水火风的关系就是这样，它本身就是这种结构。那你心中有某一种念，有两种人的病，一不好。第一种叫业障，业障，因为那是你没有办法解释的，这个难以拆解的关系法。另外一种是唾弃自己身体的人，以及爱好自己身体的人，这两种人的病都不好医。一个是极端的想拥有，一个是极端的像入断灭，这两种人的病只能有暂时的舒缓，而不会治愈。确实是这样。比如你是一个断灭种性的人，你本来就想死，这个肉体的存在带给你的是存在的一种哀愁，你并不想要它存在的很好，所以你在身体产生了某一种想要让它消失的意图在。所有地水火风进去的时候，它都不会产生正常的运作，它缺乏了酵素。它缺乏了吸收的管道，它无法纳受吸收。
他身体的机能会去抗拒它。有一种人，那就是很想要让自己好的人，很爱自己身体的人，他是不是会极力的去吃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对他产生某一种程度的疗效，并不会完全的疗效，而且他负面的疗效会大过他正面的疗效，因为他的内心有一种激素，那个激素会让这个物质变质，会让它变质，那就是内心结构起来的个人荷尔蒙，它变质之后就变成毒素，所以最后它产生，我说负面的疗效会比它正面的疗效来得多，它反而伤害。所以这里面呢，认清四大跟自己的关系，你用清净心来看四大，它没有是非，就看物质的四大。你摄取这四大，它会反应，也没是非，那不过就是反应。那这反应因人而异啊，同学，如果30个人，大概有10到15种体质啊，因为每个人的身体的结构啊，都是自己的一个百分比啊。虽然大同小异有这些东西，可是它百分比不一样，它缺乏跟耗损的比例也不大一样，对不对？有的人耗损这种比较多，有人耗损那种比较多，所以呢，一个很一般性公平的物质，也就是食物上，它是个人在取用之后所结果的答案也不一样，有的人吃这种很舒服，有的人吃那种这种很不舒服。其实呢，所有的四大，也就是物质界的四大，跟自己在使用里面会累积成某一种自己的经验值，那这个经验值就是用实相参考它，无是非的意义，让它无是非的存在，这样就好了。如果你用这样来看外界的四大跟自己四大的关系，你就能开发舌之功德。这样说的意思，你现在火气大，有好几种办法解决你的火气大。第一，吃西瓜；第二，喝沙士；随便啦。第三，吃苦瓜；第四，喝苦茶，就是人家中药的叫做苦茶啊，是不是？那这个是不是都很多种办法？那总归喝凉的食物，是不是它的答案就是地水火风会较多啊？爱灭火安尼尔。可是这刚刚所提的这些食物，是不是达到一个清凉的作用？好，那现在我们来看你的体质，你四大里面的组合糖分比较高，你会选哪一种？苦瓜跟苦茶，因为沙士跟西瓜带糖，但你又特别喜欢西瓜，怎么办？吃西瓜配苦茶，是吗？是吗？一边满足，一边挑战，然后达到一个平衡点吗？那叫愚弄自己，是不是？让自己的血糖飙得好高再来杀，是不是增加很多负担？所以这上面你若平等的去看身体的机能，它产生了某一些食物下去的反应，其实它没有是非，它如实的四大的状态告诉你里外的四大不融合而已啊。所以西瓜或苦茶它是没是非的，你的火大也没有是非，因为那不过是四大的比例而已。如果你了解食物就是地水火风无情的四大跟自己身体的这个四大的关系，你就会发现佛在说什么。佛如果借由四大的不均衡，然后外界四大的随缘呢，
刚不是讲随缘呢？随缘，那你受用这个四大，进入这个不均衡的四大，产生的病相的时候，刚好修身，是刚好去修身体，是刚好去舍修那个舍身，是不是有法在里面？当外界的四大跟自己的这个四大产生了一个很刚刚好的稳定水平，这个时候就没起动念了。这个时候是不是就是无忧无恼？这个时候是不是就是修那个清净无动念？那这修行里面会不会每次都配得这么刚刚好？不会。所以每次都配不好，不是配得刚刚好，是每次都配不好。这配不好，最后要达到的都是一个共同的答案。他配不好的时候动荡了，疾病的时候修舍身，是不是刚好修身见？而这个舍身就是看到外四大虚幻不实，里面的这个四大因缘和合。意识四大不实啊，这是结构啊而已啊。当我这个结构，这是物，我被物所转，我被物所转，心念动荡，这个动荡跟这个物的关系法，就让我存在欲界，就界别啦，是不是看明白啦？当我不被其所动，刚刚好，这样都好，身体也是很健康。这精神层次，如果落入某一种享受，也是欲界，对不对？好，那我外四大就是地水，就食物啦，跟这个四大配合起来，产生的所有一切。我不动念，我去懂得这些都因缘和合，这是缘起性空，色法不可灭。那这些呢，我从这里去看到清净而不住境界，这个是不是就自由啦？是不是就自由？如果你能够懂，纵使你现在产生状况哦，你也能懂超越那个对四大的解释，跟自己还要解脱身，解脱这个身的觉受，这上面就开始要进入受，就移转了，就转到身的修法。我们不是眼耳鼻舌身，这身啊，所以胃、舌跟胃，它下一个反应是不是就是身？所以舌根对胃常常就转移到身，而这个身两个交互运用，就会身透过舌去满足它存在的需要。所以这个根尘破来破去，知道吗？这个六根对六尘，它会这样，你无法去厘清它这个。所以我们要修行的时候，是吧，一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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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讲得很细啊，虽然有点啰嗦啦。那你一根一根一根独立去知道它的道理，合并起来，这是下一支身跟处的关系。那我们在讲啊，这个舌跟胃啊，佛是得胃中得上位相，三十二相里面啊，在胃中得上位相，这个就是开发舌之功能。而世尊曾经怎么样，所以他开发，他把食物跟自己的关系切断，进入到没有食物的供给，身体会产生什么状态，一一去认知它。这个中间一定会发生你对食物的呼唤，就是记忆的东西浮出来，我想我告腰的啦，啊，请我白饭，无白饭，糜嘛好，
我买米嘛好，馒头嘛好，有汤啊吃就好，是不是这样？他的标准就在可以满足的时候最高，我要的，在这里呢慢慢降降降降降降降到我可以活着就好，再威胁到你连活的这个肯定都不能再肯定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会怎么样？而你还能够不害怕吗？你会不害怕吗？那你生理跟心理产生什么东西？世尊是如实这样去测验呢？我们看世尊呢，枯瘦如柴啊，不是看到六年受苦恨吗？一麻一脉，那是有意义的。同学，我们都没有修过啦，所以人家说我没入到家，你根本都不知道没家会怎样，对不对？是在你家，在这也好，那也好，当然也都好，在你境啊，多减就是有啦，是不是这样？所以修行一定会有这一段，真的，修行人一定会经过这一段。自己过自己过得很幸福，一点矛盾跟冲突都没有，你就乐意去接受，你真的乐意去接受。那你说那些持戒的大德怎么样？他乐意饿吗？不是饿不饿的问题，那不是饿不饿的问题，最后他都不是问题。还要介绍佛位中得上位相，是三十二相里面他是怎么证得的？是佛口常得诸位中之最上位，就什么食物到佛的嘴巴里，它就是干净的、纯的，原味重现，就这样。就是原味重现，没有是非，是不是就是最上位？没有是非就是最上位，因为没有比，不用比，它就是这样。有二才有上跟下、啊，没有二哪有什么下位跟上位？这个上就是绝对的意思啦。那这个是为什么？此系由见众生如一子。复以诸善法回向菩提感得之相，表佛之妙法能满足众生志愿之德。有没有在讲食物？有没有在讲食物？没有啊，是不是他对食物上面已经不描述了？而最后呢，他得上位相，因为他口说的是法，而这法包括我们刚所前面说的四大的这些道理，跟你精神跟物质解读的习气呀、意识残留的这些资料库的道理，这是不是就是法？这个部分的你离得清，这食物的味对你来讲它都是最上位，因为它没有较量，他不需要较量，你每一餐都是唯一的一餐，也是最后的一餐，可以这样吃吗？所以出家人他没有留第二餐的食物，现在不行了，因为以前是托钵，哇，听起来超生，当天寒会结冻，是吧？所以他就是应量器嘛，这个应量器就是这样子。食跟自己的意义里面如何让自己不为所动，也不是叫你切开，而是不为所动。这个借假修真是为了成就无上正等正觉，是法身的开发，不是为了物相的追求，追求这色身的这种状态。但是同时我相信大家会很直觉的感受到，有些时候色身产生到一些虚弱，不能思不能想，然后也无法修行，
进入到不安的状态，那个就是产生极大极大的震荡。因为每个人在这上面的修行是有他的这种功用力不一样，有的人可以忍受饿到什么程度，痛到什么程度，有的人是不能忍受的。但终极要忍受的极限是死，终极到那碰触到那个死的那个点是早晚都要碰到的。那碰到那个点就跟这个舌味跟身两个有很密切的关系，所以世尊都让自己去碰到那个点。世尊有让自己碰到那个点呢、啊？很多大德在修行时候，为什么讲有四魔要过？烦恼魔、五阴魔嘛，